看一下 WBG 对阵 GW 的第一局上半场，这边的话唐人街啊，低保以他的英雄池来看的话，确实除了守夜人没有更好的选择了，掏不出别的监管吧。邦邦其实打这个阵容很容易被拉点的，你带个传送嘛，其实也就这样了，对吧？还不如守夜人。这个守夜人我都觉得可以带传送，这个守夜人都可以带传送，因为这个地图玩具上的跳板是一定能成立的。这个跳板但凡拉一波点，球这边带双弹，我觉得他们这边带双弹的会比较多一点啊。这导播老师、玩具商和古董商的天赋不给我们看，这天赋都不显示出来，这比赛要扣工资啊！这你天赋不显示出来，我刚刚没留意啊。他们前面有天赋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全员双弹啊，因为他们这边应该也能够判断得到这是个守夜人。然后这张地图的话，带个双弹的收益，古董商可能是个飞轮，除了古董商以外，我觉得另外两个应该是双弹。上来的话，找到这边的心理学家，第一刀来起。前面的话往前走，准备跳板子吗？还是说再绕一圈？再绕一圈的话呢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小铁这边挨一刀以后，有可能一刀加一个闪带你走。这边起风，张狂的一刀，好，这边的话往前走，前面跳板，前面跳板，低保这边一根跳，第二跳好像这个跳板进不去，这个击倒有点快。低保这边的话没有给到小铁太多的机会，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要注意的是这边心理学家的应激没有放完，这个应激没有放完，对于穷者来讲，古董商来救一波，他可是一个两刀的心理啊。就是你想把应激放完，这边心理学家就跳板走，对吧？你这边想要拦住他，不让他跳这个板，那不好意思，应激给你准备好了。嗯，说实话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应激放完啊。现在这个点是亏的，这个点是亏的，这个应激点真的太亏了。我们之前比赛里面看过好多次留应激，留应激，这应激可太恐怖了。哎，小铁这边被卡了，那佣兵护臂准备好，艾克。完了，这波双倒有点伤啊，这波低保的这个站位刚好卡住了心理学家，导致心理学家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拉开。哎，这边但是古董商过来了，哎，古董商这一波让低保错以为人上了二楼，但很可惜这边的飞轮是没有交好，挨了个实体刀。低保这边继续找，只要能找到这个心理，这波古董商过来嘛，也确实有点意思。古董商，哎，跑过来导致那佣兵双倒吃的不亏啊。这个属于是一个错进错出，我也不知道古董商为什么跑过来，但古董商跑过来刚刚好被这边的谁呢？被这边的守夜人看到了，导致守夜人误以为这是个心理，再补一棍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六秒止格，一个跳，跳走，崩了。真崩了，这个就是这个心理学家现在是满血两刀，对吧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哎，直接修机子，哎呀，被找到了。哎呦，这波其实心理这边，这个被找到有点难受的。找到的话应该是个谬死啊，为什么呢？有闪现。这波找到的话，那求者趁着这一波，那这个心理学家其实是很难保活了，因为求者现在密码机不够，他们要做的什么呢？赶紧把状态补起来。这个时候应该是准备打一个三人开门战，考虑三人开门战保平，或者说三人开门战三跑。这波心理直接修机子，有一点点给到机会了。其实他是完全可以等到什么？等到队友上挂了再出来的。因为对边队友倒地无所谓的，队友倒地上挂是个移挂，就打成了一个换挂。甚至这边这个心理学家拉到一个就队友倒地的位置，锁定了什么呢？锁定了这边监管者的位置。你甚至外面可以出去移情给队友补状态，让佣兵再来救人的。现在话看古董商一夫当关，古董商倒地，那看心理自己。这边一个人修，佣兵过来准备帮忙扛刀，这个心理扛不扛得住？
讲道理呢，这个心里比较难扛住的，因为这是一个二阶守夜人，对吧？然后能不能拖到古董商自己啊？哎，这波再拖一拖，古董商这边是飞轮，所以起的比较快。啊，大哥，你挂古董商，挂古董商，佣兵倒地再去抓心理。但这样的话，机子有可能压好啊。这一手过来挂古董商，不就给了一个四人开门战的机会吗？我觉得低保这波的选择是不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误判啊？这挂人打一刀没打中，还让这边心里搂过去了。密码机点亮，好，那佣兵带货币贴门，这边的话抓心理，抓心理，心理跟你绕，哎，还去抓古董商。抓古董商。吸回来一刀，古董商交飞轮，这古董商岂是你一个凡人？这波古董商的棍子没能打出止戈效果，因为他打出止戈效果就进交互点了。心里的话，这边佣兵是已经绕过来，佣兵手里两护币，这边你但凡去找我们的心理学家呢，我这边就跳护币过来救人，这个古董商救下来了。刚才那个位置佣兵只要跳护币，这个人能救下来，不跳护币，因为这边有跳板。哎呀，这波佣兵可以救人的，哎，我去，差一点点。佣兵可以救人的，佣兵当时的话他选择去救人，这个古董商是能救的，他两户被跳过去，我当这个是我的一个估计啊，是能救下来的。他其实等到这个守夜人往前跳去拦这个心理的时候，应该是选择去救这个古董商会更好一点感觉。